Eric 这个频道，有没有觉得这个背景好像怪怪的？今天是十万计划第三次影片，我请来一个重量级的来宾，来各位欢迎自己出场，是在我家录，没有错，而且不换衣服，对，因为刚刚我们前一集是录防弹的那个演唱会心得，然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录的是残酷二选一，就是题目由表姐来出。对，但先讲一下，就是防弹的粉丝不要生气，这一切都只是假设，就是、好玩，好不好 ？OK， 大家不要太认真，一切都只是假设，对，不会真的实现，对，只是好玩而已，好玩而已，因为就为庆祝他十万，十万，对，十万订阅。Yes. 好，第一题是有狐臭的小国跟有口臭的小国，你要哪一个？哇塞，这第一题就很难选的、欸，是不是很難？哇，这你出这第一题就很难、欸。因为这我这出这题是有来自，是因为我另外一个节目，然后很多人来信问说，对方有狐臭该怎么办，对方口臭怎么办？我们真的想不出答案。这好难哦、喔，这怎么选？都很难，对不对？超难的、欸，这个超难，你超残酷的、啊，超残酷的、啊，好难哦、喔。那你第一就 pass。这真的好难哦、喔。是不是你自己叫我出的啊？等下再回来。你要选就是对象的话，是身高188的刘在石，还是158的小国？我要选188的刘在石。你居然背叛小国！我要选188的刘在石。刘在石 OK 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居然是身高控。刘在石很棒哎、欸。为什么？我这种举错人了，不应该举刘在石。对，譬如188的康康跟158的小国。康哥，对不起，叫我叫选小国，所以我刚刚就举错人，不应该举刘在石。对，188的康康跟158的小国，你几公分？我163，可以，差五公分还好，差五公分还好。如果要你选的话，是一个，不然说你都不讲话的志明，跟我觉得他超好笑，话超多的 NONO。哇塞！就你有看到很多情侣就出去吃饭，然后两个人不讲话，然后滑手机，超常都叫他们过来跟我一起聊天的，你知道吗？问一下志明饭，志明还是很适合志明饭，他不讲话就大家不要讲话。我觉得应该还是会选志明哦，反正放在那边不要讲话，你讲就好了。对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我们可以不要讲话，做其他事，也是这样就更好。做什么？身体语言，身体语言。再來是，如果要你选的话，你想要当一个赚很多但是被骂很惨的 YouTuber， 还是赚很少但是每个留言都是好的 YouTuber？ 赚很多，然后但被骂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赚很多，钱比较重要。对，反正你赚多就好啦。如果要约会的话，你要跟小细巴拉，就是各付各之余，譬如说03元这个三还要给你算的这个 Jimmy， 还是大方就是每次出去都买单的哈哈？我要选哈哈，我没办法接受小气这件事。我觉得如果连一两块都要计较，对，算了算了。对，这个我觉得那个帅度小气，但是很帅没有用。因为我朋友说他跟男出去吃饭，就是点小菜，什么豆干、海带那种什么的，这种路边摊他评分就算了，还说哎卤蛋是你点的，我没有吃。可是普智敏可以吗？沉默，沉默，对，沉默，真的我不行、欸，不行啊，还是你觉得不行？出是不是？真的是连苏志燮我也不行。你看，你看，他这个，他这张脸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刚吃卤蛋，然后哎，卤、欸、蛋10块你点的，你自己出，我不行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欸、可是他如果只是说说，但其实还是付钱。他犹豫了，想要得到朴智敏是不是？朴智敏要重要是不是？对，朴智敏跟你说那个卤蛋的钱，哦、如果人吃卤蛋 and 吃他的。你想要跟一个长得很普通的、个性都一样、长得很普通的欧巴交往，还是一个超帅的白人交往？但他们俩个性是一样，内建灵魂是一模一样的。长得很普通的欧巴，就是你在你去韩国玩，你在路上看到的。个性是一样的话，当然选帅哥，很帅白人。Yes。哦 ，OK。那你第一题狐臭跟口臭，哪是你的主？这个好难哦、喔，就是要选 baby。对，因为我在看我另外一题我在写什么，因为我忘记，我看不懂我自己在写什么。臭就可以治啊，两个都可以治啊。我觉得我可能会选狐臭，然后带他去看医生。哦，因为口臭就是讲话，就是他就是一直很臭的状态、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应该会选你选狐臭，大家去看一下。OK， 好，下一题是那个都不做家事，然后非常脏的 RM， 还是就是会帮你做家事、帮你分担，然后很爱干净的朴明秀？我现在讲朴明秀，他怎么帮你做家事？他家是这样，衣服这样乱丢，那啪，然后内裤乱丢，然后到家躺在那，然后就叫你去洗碗，不做家事 RM， 还是就是贴心到爆的朴明秀？南俊感觉要用钱解决这些事情。他们有钱，没有。现在他们现在财力都是一般人，三万五的 RM 跟35000的朴明秀，这很残酷哎、欸，很残酷，你叫我残酷的啊！结果最后选出来都不是防弹这样，对，就是证明其实你是看内在的，就是外在，你是一个有灵魂的人。我觉得我可能会选很贴心的朴明秀哎、欸，你
错，因为如果不贴心，如果小国不贴心，我真的怎么会想做朋友？再帅还是有限度，回归到现实层面的。对，因为要长期相处的话，好，那我们那个残酷的问题到那边结束。接下来你总是会录一支影片嘛，就是什么50个关于自己，没有错。先挑个一两题来说说好了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大家最好奇是你的性向。我喜欢男生，怕大家误会是不是？对，男友是假的，各位。因为真的有人曾经传讯息来问我说，你们正在一起吗？这很容易啊，这很容易啊，是真的，大家很容易很容易误会是不是啊？我喜欢男生，而且你们又对于就是男团男成员之间的那个腐又这么的开心，超级像女同性恋的，超级像女同志的，对。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，我现在喜欢男生，但我不会说死说我未来怎么样，因为未来是很难讲。对，是没错，因为其实讲真的，坦白话，男团他们的打扮性别蛮多，我觉得没有设限，就是未来是很难说。对，那这边就恭喜你订阅破100,000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，成为韩文界的徐威，谢谢。我以后立志要当欧巴贴身翻译，这一定可以，这你一定可以的、啊，有朝一日希望可以访问到防弹，好不好、欸？那万一不是你喜欢的欧巴怎么办？就是一个工作，万一就是是女团或是女演员呢？我就 OK 啊，也 OK， 看一下到底女团实际长怎样，就是可能脚就这样，日系这样。在那边祝福你，希望有一天就是我们两个就黄金搭档。Yes， 大家可以找我们好不好？我们是一个 set。对，好了好了，我会少开一点黄腔啊，少开一点。没关系，我粉丝尺度很大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好啊。粉丝一直跟我说，你们什么时候要在 IG 开大尺度直播？你现在不是一个韩文老师定位吗？为什么要变成尺度大直播？就是在 YouTube 是一个正经的路线，然后一回到 IG 就是包衣冠禽兽，你就衣冠禽兽啊。我会教书的老师，那很好，对，就是背地就是一直在讲一些腹肌啊、顶胯之类的，一定要一杆进洞，毛乎乎之中一定要讲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Bye。明年拜托顶胯还是放进 GK 吗？就是拜托把顶胯请面对我们这一面吧。前面都我们这一面，我想要被正面的攻击，对，就是这样震动，不要背面，砰砰砰，让空气这样砰砰砰放过来，不要背面，好不好？对， okay。 没错。